2020届的学弟学妹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哲学系毕业的郭广昌。首先啊，祝贺你们在今天迎来了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。其实啊，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，我们都应该牢记我们复旦的校训：不学而度志，切问而近思。希望我们都可以永远保持我们的学习能力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勇于探索，勇于创新。祝我们各位同学前程似锦，把握好人生路上的所有机遇。谢谢大家，祝贺大家。